完了之后不能让猫躺腿上吗？能。全军出击！这刚好像缺喝水，你知道喝热的水。我青铜白金，把把质量局。打铁男也是符文吗？对，但是把护甲换成这个，然后就买多兰剑或多兰盾就行。 枪和干柴，你是老古董，继续来讲。来吧，战斗，受死！又一枪送来，妈的，快死了！啊！ 会不会玩游戏啊？彗星砸死你！跟你讲，船长可爱，你给我多火药。 车橘子，啊！好虫子。 还可以了，哎，别说他回来挺多的，这东西，就在这边回呀回，就回上来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哼！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个兵权都要掉完了，艾克被逮捕。 他把橘子交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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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
来嘛，顶多就是一换一了，看谁亏。反正我有传送，送他一个吧。嗯，他完蛋了，这波养个慢推线，看上去我好像亏了几个兵，其实并不亏太多。做生意怎么可能不亏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亏有赚。不急，我们囤一波大的，直接给他结束。我们囤一波大的，直接给他结束。抓着！这都给抓到我了。啊，人人有份。啊，又一个。他提前放桶了，挺聪明的。
完蛋了，怎么办？炮火轰鸣！哎，熊花晚上好。其实确实亏很多兵，别吵沙飞，闭嘴！不然帮你房管下，妈的，别吵，沙飞，烦死！作为房管不帮主播说话啊？还要揭穿主播是不是？哎，情商真低。 没想到你作为一个房管，情商这么低，就叫那你叫，听不见，情商这么低，我要不要杀再杀他一次呢？感觉好像可以，来走前面，宝贝，走前面，嘿嘿嘿，追不到。 哎呀，三连桶啊，有脾气啊，还三连桶是吧？我让你三连桶啊，三连桶，我的炮车没出去，我这肯定是要杀他的，你感觉不到吗？你感觉不到吗？ 是，好好先生，要踩到我的地雷哦！好啦，给你 Q 又能怎么样？给你 Q 又能怎么样？你队友都不想管你了。 我吃果子，来过来插个眼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白桶，白桶又能怎么样呢？好了，知道你草里有个桶的，知道你有点火很厉害的。 当心炸药桶！我的心中存有黑影，比任何黑影更痛。就不出来，这么能忍吗？ 已经多么没顶了，我操！他已经多么没顶，我再推一波吗？先被卡住喽！真的不推吗？哎呀，看来是真不推呀！看来他吃过的亏很多了，他已经怕了。 看来他已经怕了呢，一个小小的艾克，想把天给掀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来吧，多乱箭！吓一下！明宝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！更多火药。 你怎么那么喜欢跟他单挑呢？他妈都要超神了，我操！嘟嘟嘟嘟，哎，下蛋，打了个残血，这东西还真挺难杀的，都不出来呀！哎，他怎么有个人头啊？他大招炸死一个吗？ 愚人杀艾克，难道杀愚人？到底谁更厉害？
么生气吗？这么生气吗？你还好受多了，我敢下去，你要干嘛？你不能玩，你不会玩，下去，下去。点燃了，我看到了。我敢咬他显示屏，有一只猫吗？这艾克确实挺烦的。感谢与明月作诗送的哎呦，怎么是艾克？感谢明月作诗送的飞机呀，哎呦，谢谢明月作诗的飞机。点火船长也闪了，好像他是闪过来 A 的，我记得给这艾克拿到这个头有点小烦，还是不假鞋吧，感觉不假鞋好一点。我操，这牛子顶着这拉克斯都受不了了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，还行。这明月坐实的飞机啊，男刀船长也闪，三个闪啊，那还行，800块钱换三个闪还是可以的。只是被艾克拿会有点小伤。我是什么意思？这样玩的。这是为了抢一个野怪，有没有大奖呢？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大奖，往这边走的大奖。你好，看来是没有。Shut down。他这里是有眼，是不是？这么倒霉吗？真的有这么倒霉吗？艾克买了本杀人书。我操，那船长把我当傻子了。艾克估计要来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够钱吗？还不够，还够300，差300。吴哥来了，去打波石头人，打完应该有。又是纳什之牙，艾克出纳什之牙真的有用吗？这英雄我感觉他打一套爆发就差不多了，出纳什之牙真的杀得到人吗？哦，吃鱼，哇，难受，时隔3年补交学费，学费才一个飞机啊，这不开个皇帝？哎呀，我感觉我的猫全部变肥了。哦，这什么？2刀死了。玩花的，一个 Q， 谁有想举报就举报吧。沙飞，你牌子是不是掉了啊？真是的，
哎，水有水有，你身为一个房管，你不会牌子已经掉了吧？哦，中路好像有米收，收米去喽！太惨，诶，这个行吗？哇靠，一个 Q 2就死了，太恐怖了，这你受得了？ 这剑魔一个 Q 2就死了，你受得了吗？队友都在各显神通，还好吧？我其实也不差，这里有眼好像，我野外露出的，这艾克想跟我激战，主播野外露出的，不过还好，防御性很高。 哦，我现在没大招，很脆弱，我不能被那牛头顶起来，这牛头顶起来我就死了。他妈的，敢杀我家德莱文！狗操的，嗯。 操了，这么痛啊！1900，看他船长打我挺痛。我操，真的是一刀一个了，这鱼人给他杀爽。哎呀，我好不爽啊！这波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呢？本来收完的，嗯，1900，早知道我他妈就宰这个船长，先回头杀了船长算了。真是，还给了我点火，这胆子真痛啊！一把西兰刀能打这么多。 买个这个吧，黛玉的月板甲，古灵精怪，还是没保留下来得来。黛玉的板甲是这个吗？他也叫板甲，你叫板甲怎么没有护甲？ 传出是这样的，那剑魔是什么？是魔出，剑出。3、2、1，斩！确定是不？烧吧，套啦啦！你跑得掉吗？ 去叫俄洛伊救你吧，你个船长，去叫你的初恋救你吧，没你初恋还真不行。我操，这牛头被开大招直接活活打死，好惨。溢出，呵呵，俄洛伊叫溢出是吧？ 还在这旁边走来走去，你在干嘛？等机会。我不在这走来走去，你在我面前走来走去。哎呦，早死，这些人真的早死，太早死了。搞定，回家。
破茧者一买结束，节节又输出。你要吃牛肉，我不吃牛肉，我吃牛肉丸，还行吧。我操，伤害还是高啊！不用看，死透透的，这不死的透透的。打这么热闹吗？我靠，我帮不了你们了，你们打得太热闹了。哇靠，全死完了，就剩我啊。这舞台罩这么大接不住的，舞台罩这么大干嘛呢？舞台罩这么大干嘛？打这个感觉可以，所有大炮啊，这就死了，好惨，死神降临，死神来了，知道吗？让开让开让开，死哥来，死神来收割你们的灵魂了，牛哥哎，牛哥。弱爆，呵呵，想逃，我操，要虐拳了，生个牛哥，牛哥怎么说？牛哥，牛哥有点腹黑啊，要给人算计的，明明白白。基地都不用爆炸了，直接颁奖吧！颁奖颁奖颁奖，快点！哎，颁奖颁奖，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。